Okay. Oh, you like to know. Cảm có always. Đấy cảm có always sao tập rồi. Ok. Bởi vì cái này màu sắc sắc thái, nhiều người mỗi các vị đều không sẵn sử dụng cái này trong. Ờ, thực sự tại của góc độ này rằng à, cổ sơ cổ xương, đó là bảo tồn của mình văn hóa. Ờ, cũng là của mình chủ yếu là của mình truyền thống văn hóa là Trung Hoa văn hóa. Nên mình cũng phải biết được của mình cái cái đó văn hóa, tức là bạn thấy 所有保留的很好了，还有在我们这种工业啊，是除了去中国，你才可以看到这种的啊这种色彩，所以我就以这种通常的方式来表达，因为这个环境啊，假如没有镜头，就变了，好像整个外一个都好像碎下去了，你再捞远一点，有可能都表达不到整个的。 那个环形，哦，所以，OK，这里因为很多人拍了很多这种色彩，这个是叫什么 building 啊？整个 building 是蓝色的哦，因为这种照片太多人蓝色的 building 来对照哦，其实整个 building 就是现在已经改变了那个环境。 早期我看的时候，后面还没有那个 building 哦，所以现在在拍来讲呢，就那个 building， 已经不对比，好像以前的现在的不同的一种环境。我一直想表达一下，哎，它还保留这种我们所说外围的那种金钱啊，你有时候看到了围墙啊，金钱啊，哎，也保留一下他们的那个传统的里面来这么个小小型的一个扣图嘛。 这样呢，保留下这里的留下的东西美好的，也有那种灯笼，也有可以看到它的本身的那种后体，我也还有看到它那种好像那个金钱的那种造型在那边了。其实我有很多张比较有看到的圆形的我们的扣上的，我是拿这个，因为它本身它的最主要它的名字，哦，这留下那种啊，好像啊基督教的，哎。 OK，等下，还有一位啊，我知道他只是看到这个哦，其实我很想表达，他这样的环境啊，他在那看报纸很休闲的，那可能每一位都到的时候看不到这个人已经坐在那边，他只是注重在那个环境和这个拍的这个手法罢了，所以在那个艺术间到的时候赶快拍，其实这个环境是很黑很暗的。 这是我们自助商来表达，他在这个环境哦，所以说你看，他就是我们看不到那种建筑物一层一层的下去的，还有个休闲的在那边看报纸，哦，来做一个啊构图，来。其实我很注重的就是那个招牌了啊，那个平行什么东西的，OK， 刚才我看到了啊。 其实同样的东西了，哦，啊，因为我主要是想表达这张是啊，我们所讲的玩的那种 builder， 就其实这个东西就是说，刚才那个很平，我这个就是，其实真正是来讲啊，假如我们电脑加工啊，整个云层啊，整个好像比较 3D， 整个整理出来的 ，next， 很不平行的这张照片，好，对不对 ？OK。 因为这个张照片应该是那个云层，也是那个我们所讲的 builder 来加工了哈，就变得我们不用再去电脑，只是再加一点 control， 我们的云层就是整个会呈现下来了。还有这个颜色比较不会怎样出现那个线条啊，整个都平面哦。因为我想到哦。 假如直接拍这种东西，哎，其实这个对面这个这样窄啊，哪个街灯来做一个哦啊前景，像我们只是构图画一下，不过还可以，不要就是说我们可以就啊怎么样啊，我这是叫做电脑加工的，对呢，没有了 ，OK。